水圳铁马道，那咋喊呢？哦，江南皮圳重要湿地。哦，上茄东皮啦，上加东皮呢？啊，咱那讲小人来的是这上加东皮啊，算当然是后壁区啦。啊，后壁算后壁区的啦，小人来，啊，上加东皮啦。啊做成风景区，那是叫小南海，小南海。严禁蛙啦，严禁内带宰杀野生动物，严禁捕猎野生动物，严禁倾倒污秽水啦。严禁为金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许可的砍花啊、采集啊，严禁擅自抽取啊、引取啊、截断后排放湿地水资源啊。严禁破坏洄游通道及野生动植物繁殖区啊，严禁未经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许可之捕捞了、啊。你看，有26公顷呢。嗯，中英对照。还有圣花，南花，哦，这里还可以停脚踏车啊，上空行驶遥控小型飞机也未使呢，水上摩托车也未使，消防员游乐活动也未使。这算许做上加东一个比啊，哈，这古早时代人个政策啊，灌溉用水。迄个水，啊，即皮塘，嗯，有吼、哦。哦，原来还有这条路啦，赞。我今只要看这蛇伫水里咧行咧。哎呦，蛇，我倒在水里。水蛇。哦，够有水蛇了哦。哦，竟然有水蛇，还会当在迄个水面咧行，遮厉害。嗯。谢谢。